出发进去大采购了。好，走啊！啊，你要先，好啦，现在，那我们让伊登来介绍一下，先要买什么鱼？好啦，伊登现在要采购什么？好了，这是九孔，九孔是多少钱？480一斤要死了，哦，比一颗20块便宜啊！他本来有28。我们这个大颗的，人家卖小颗的。那这一颗大概多少钱？这个一颗大概7-80块。那个一颗一斤好多，一包才广平团，我算计。这个都很油，你如果去买没有连着，你就不要买。不过我明天还要，明天很长的，你拿起来了，这个算什么？哎。我怕弄伤他，哎呀，啊，一堆跑过去，一斤200。好啦，这一颗是多少？大的，70-80块。70-80块啊。这个一颗都要30多块。这个一颗大概30。30块哦，这是鲍鱼哦。九孔。那我们哦，这九孔。20左右。好，比例。谢谢哦。我可以帮你抓10克好不好？好。那送我一斤大哥的试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手量，我直接跟手量的，确定阿伟了。那个一斤480。哎，我把你定了，这一斤不计你。那这只大概多少钱？那个你要怎么煮？我想清蒸的。清蒸要买这个有肉的，这个没有的，这个没有的。这怎么挑？要硬一点的。硬一点的。软软的你就不要拿。啊。现在最贵价的。我跟你讲，别人是不是可能跟你说，要多卖头个十个？没有，干嘛？人家都捐了，你不要买，让人家以后。一单台湾家庭的。生蚝这样吗？中好。好啊好啊，一斤150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啊。好好，那买一斤好了。太酷了，很好吃，朋友们。这个明天煮多少钱啊？都可以放冷藏哦。好。还有多少呢？还有几个车在洗啊？不煮几个洗吗？好。好。这个给你，加一点点就够很咸的。一碗，加一碗。不行不行，一碗再来，再来一碗。这个都不用再，这个都不用再吐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买回家再跟你对比一下，你买多少？你要带一点几颗？我拿不了。我只要一颗大颗的，这么比例而已。因为它这个肉都很多，每一颗的肉都是相当的饱满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小颗哈，比较小颗，拿过界了。可是这个把它送回去。好，来看一下台湾的凤螺。好，看一下台湾的凤螺。哇，这么凉！这七七卖一盘600块。这么这比较小哎。好。切餐厅还是人客啊？你人客没啥钱来个？公家的有，我那个是几？
好啦，刚刚我们买的大文和嘛，对不对？奶油贝买了150，好，然后红湖的野生生蚝也买了150，活鲍鱼的话我们就买了300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。这个小龙虾多少钱？880。你拿起来再抓口，抓口。我去，去问大家多少。卖了多少？100块。这个也蛮大只的。大概这个大小。这只大概600块哦。这是波士顿龙虾吗？这个比较大，这个好。哇，这个一只大概1000多。大哥，你要这只要好多，你要拿哪个呀？来，龙虾哦。来哦，放虾哦。好的，放虾。好啦，这一摊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这有卵嘛，对不对？有，每一只都有蛋，蛋都很厚了。那一会就是穿插就可以。就直接用蒸的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不用杀吗？不用啊，因为它的肚子里面都是蛋，它不是可以杀。那我们这一盘好了，好不好？小只的，大一点。你要大来小的，比较大块。因为这样子可以一人一只哦，而且是用切的。好，那你挑。就冷水下滚的，还要再4-5分钟。还是这个？真的嘞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买了一盘脆卷，有蛋的，买了200块。这个应该卵丝花枝不用了吧？螺肉凤螺一斤，这是大颗的啦。哎，那有波士顿龙虾，你要问吗？是吗？哎，这海马、哦。海马这怎么煮啊？中药的，中药的、哦。不是啦，这个也不能买卖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养着啦。哦。这个保育类怎么可以买卖？哎、欸。红条。那餐厅那个下面就1000多一斤了，不要说300多一斤，那300多一斤。这350一斤哦。对，就450一斤，大小应该看就知道差很多。是450一斤。如果多人的话，这个比较有肉，这可以做到头尾煮，应该不用那么大了哈。还是那个嘞，这个也是一样啊、哦，这小只也是一样。那个一串的，那小只一串500块。一串500块啊。小的那个串的。啊，这老板太实在了，好啊，那个鱼给我们优惠，大家记得来买啊。好。好，是12号，是12号。不如上次要带回去。带回去。啊，不是要买虾吗？虾买个200吧，对不对？
欸，凤螺活的呢，这比较大颗哎，这怎么卖？有380，还有500的，还有300的，大中小。那380的也蛮大颗的。380是这个。不，300。哦，300蛮大颗的啊。啊，现在买380比较大颗。对，380多几斤。啊，这是什么蟹？花蟹、啊。花蟹、啊。那、啊、现在买了一斤多少钱？380。380。哎，应该不用，要买几只啊？买个3只好了。这个350啊。350啊。哦。350。我这一次可以了。感觉活力不错。啊？你看有没有扎死？这怎么挑？要介绍一下，这个比较硬，公的还是母的？这是公的，壳比较硬，壳比较硬。哦，壳比较硬。这只是母的。哦，母的。嗯，母的。然后壳比较软，三点蟹。这壳硬的。哦，三点蟹。对。三只就好了。这班没有一斤的。240啊。240。那换三只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。三只看分着吃嘛。好。那就这样就好。那个凤螺那个。你要问说它多少钱吗？那个活的凤螺。这多少钱？350。三金生看给你。我有武器，我有武器耶。拿三金生的。竹蛤你有吃过吗？我觉得不好吃。哦，对。好像是。玉米贝。我比较喜欢吃 QQ 的。嗯，对啊。两斤两百好啊，好，就两斤吧。这个都吐沙好了吧？这好了，买了2斤的蛤蟆。这个是胡椒包，是用炒的还是？都可以，用炒、用烤都可以。哦，烤的要先加吗？先加，然后这样让它们那个让它们入味，这样才好。哦，先加再烤就对了。好。是炖龙虾，哇，沙姆，这真的有这么多、哦？哦，帝王蟹嘞，哈、哦，这雪场蟹了，这一只，这火的应该不便宜。这个帝王蟹怎么卖？1300，一斤1300呐、啊。啊，这一只大概几斤呐、啊？5斤多、哦。这个叶片比较深，因为它要爆卵用的，对啊，所以它就是母的。对对对，它你买公的肉比较多，公的肉比较多。帮你挑。好，那母的不会有卵吗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因为它没有办法看得到。但是虾膏的话，要买公的，哦，它这个不像花蟹，你有卵，那看得到，它就看不到。对，那帮你尽量挑有肉的。这个肉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不会不会。这个肉就很深哦，哎，对对对。那你说的，说你。啊，那边回家。这两天，过两天回家。550。550。
后这个肉就没有很对对对对啊，那个都生了，我帮你做那个肉生。好 OK 180-2-7-2-6-5。好啦，所以入手两只波士顿龙虾，那个箱子装吗？嗯，好，那个保利龙给你。好，可以，好，来大量，这大量是没有砂锅大，这大量。这边多少钱？这边买多少钱？200块。200块，200块。好，放旁边，放旁边。是活跳跳的凤梨。活的哦，活的哦，不是活跳跳啦，它不会跳。活的，好，活的哦，好。现在来来，多大只？拇指，大概拇指。好，比拇指大了，好。好，活的，活的。活的，好。好。这样。啊，这边一斤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斤多。一斤多买了多少钱？加一包胡椒粉。加胡椒粉，好。这个胡椒粉是什么？胡椒粉是。阿顺师哦，阿顺师的，好、哦，阿唔知好食无，来试看卖啊。试试看。OK。好，凤螺，凤螺，哈、哦。再来，再来。头家给我什么？脆卷。脆卷，而且我爆。爆卵的。爆卵的，哈、哦，爆卵的脆卷。总共大概2、4、6只。六只啊，六只买了多少钱？买了200块。200块，200块， okay. 好。再来还有什么嘞？再来就是大的奶油贝。奶油贝哦，这大粒。这青的哦，哇哦，青的。好，奶油贝哈、哦、，OK。大锅。好，150，150哈。再来。生蚝。生蚝啊，这个是俗称的澎湖的生蚝。澎湖生蚝哈、哦。澎湖生蚝哈、哦。去澎湖可以去海洋牧场，真好吃到饱。好，这样大哥。好、啊，这边买了150了。150。OK。好好好，来。再来。鲍鱼。鲍鱼，鲍鱼来喽。鲍鱼哦，哈。男人圣品，女人也是圣品。有多大颗？这大粒。这么大颗。这大粒。好啊，这一颗俗称的大概多少钱？哦、颗大约、哦、这里总共几颗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颗30块。哦，那总共就是300块喽。这一堆300，好，活的。我的300，300。好，再来，安条。哦，红条，红条鱼哦。红条鱼。哦，这一位对。餐厅店，这位差不多在700块。哦，这一位大概700块。700块。对，那、啊、结果老板。核心价250。好，250，帮你杀好。还好，好，一样咯，好，好来，包鬼，舔猪屎，包鬼，好，再来，这是花蟹，好，花蟹，花蟹哦，好，这是活的花蟹哈，有七只个大虾哈，搁你不破坏哦，好，侧干的胶，好，都拿在备用处理啊，好，侧干的胶，好，花蟹，好，总共3只。好，三只，不够300。好，3只240嘛，对不对？大概240。哦，都差不多，大概这么大了。哎，差不多拳头大。好。好。OK。好，3只240。包起来。包鬼。好来。对。OK。好，再来重头戏的哈。重头戏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好。头家放下哦，好，头家放下。重头戏，好好好，这个这个。来，波士顿龙虾。
乖哦，活的活的。怪物来了！怪物来了！哥斯拉有没有？哥斯拉就是他的天敌。啊！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是叫什么啦？这是叫，波波拉。波波拉。波波拉。好 ，OK。总共两只哈，两只大约是两斤哈，一只大概都是一斤哈。一只一斤的，一只一斤。那老板娘有教我们如何挑它哈？挑这个波士顿龙虾，就是要选什么？选公的。好，选公的。然后选这个肉要饱满的。公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外鳍的部分，它会比较浅。不会像母的会比较深，因为它要抱卵，所以它比较深。那我们在影片会有介绍，不看到马库吉的就看得到。好，它这个就是要一点粉红色，有没有？粉红色有带点红的感觉，它是肉比较饱满，而且公的这边会比较长，虾尾比较长。好，吃龙虾是吃虾尾，因为虾头没什么肉。OK， 好好，又是一个婆婆啦。OK， 好啦，今天的收获。这样子啦，好啦，有请这个老乡，总共这一箱偌济？看看嘛，偌济？好、哦。啊，边角有算无？边角没算。哈哈。哈，全身甲包过。包过偌济？免三千。免三千哦，好好好。OK。